圣罗一米五到一米六的身高的一个变形枪，这是一款魔刀，魔刀就是有电磁性的，这个张手是回动的啊，啊，练起来就跟真人一样飘飘，这个感觉是跟死装，它是打了几年的死装。买装就买好装，再说了这个张角就够粗，随便一踢他都不会踢得过他。要买装就买好装，买活装啊。现在啊，可以出售出去啊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私信找我啊。啊，谢谢大家。是一款活装啊，不是死装。什么叫活装？活装就是打起来有听得到清脆的响声，有间隙性，就叫活装啊。像吸盘还是非常有用，包括这装脚也都是的。如果房价差了装的话，一千块的人民币啊，那种差了装的可能一个人多。七段装脚啊，我装身上还有裂开的啊，啊，就最差的装。我来了，给大家介绍一款圆形九节鞭啊，这个九节鞭啊，质量啊非常好啊，不生锈啊，钢材康钢的啊，又光滑，它重量啊1斤左右啊，喜欢的老铁可以私信找我。